我而家准备开始系男子第21届世界演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啊，系世界冠军啊，系呢度会出现世界冠军嘅，冇错，系越南队打香港队啊，越南嘅系有香港队，咁我哋有柯君浩我哋嘅代表，好嘢。而家打嘅對手越南隊咧，就係我哋小組賽咧又對戰過嘅。哎呀，難忘！哇，有20个人睇咯噃。發個副腳，啊！夾場打翻個外擺，哎呀，勾少少。好的好的，你接着就吧，注意安全。哦，香港隊嗌第一個暫停。依家比數係2-7啊，越南隊領先緊。咁啊，越南隊嘅單打咧係左腳噶，咁啊係有少少唔同啊，左腳嘅對手咧比較少啊，所以咧個發球都會係難應對啲，而且佢個發球本身就好勁，所以要啲時間去適應佢嘅發球。哇，靚波！哎呀，但係攞過去。緊要再嚟個，咁啊香港嘅朋友啊，支持一下，俾 like 俾心share。係啊，嚴啟航啊，咪嚴啟航嚟啊。係啊，俾心俾 like share 俾啲隊友睇。Full ten shuttle call， 正在观看。哇，好平啊！只波冇最高点啊，佢只接触点系最高点啊，真系。目前加起来，我们都已经到地啦。系直头系一打已经系向下走个波系。發翻副腳，有機會打出外擺，哎，救到，撩起再打一次，哎呀，擦網，啊唔過，後後後後，走加加，好彩。哇，靚啊！呢球拍好靚。哇，打標誌杆，打標誌杆係當歐嘅。啲球啊，發得好邊啊！呢球。
哇，好靚！電量不足喎，預計。冇料到啊！OK， 廿八升夠啊！我再插一條啦。喂，好嘢！好靚啊！好靚啊！好靚啊！雙方都搏緊發球啊！第一局完。咁啊，比數係21-5啊。我越南女頭先嗰個發球嘅直線都幾難搞，你可能要撳 pause 一下先插，如果唔係佢可能會跳出去，係嘛？應該唔會會咩？呢個主要通常呢啲會直接，應該唔會直接，應該唔會。我先我試過一次，我插過一次。我試過就冇嘢咯，誒冇事喎。如果影相，我插緊嘢出嚟嘅啫。插緊嘢。第二局啊，冇辦法，揸住。不動啊！不動如山。不動如山。我好快就開始咗第二局嘅比賽啦。咁啊，越南隊先取一分。從來開始自我對話啦，一個跳踩好靚啊，好波！哦，發佢中間，哦都撩得好好。第二波就調整咗，好誇張！第二波就調整咗，好，係啊，有咩事啊？緊要唔緊要？再嚟。炮，好準啊！有人發到。刀鋒上對決啊！右腳都落得好靚，好誇張！我哋右腳都落得好靚，點解喎？
接得都好咧，就快就，好似唔係好掂，開都好靚，佢都係接得好靚。腳嚟咯，即係仲要腳啊！你答佢啊，係咋？唔知。比數10-7，越南隊領先。明白。咁進攻冇死角喎，嘢嘢都打得入。哎，好球！啊！啊，好波啊！兩個內線。雖然而家係甲蟲正腳的位置，但因為他是用左腳發呢，那個距離是短了很多，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難接的球來的。剛剛發兩隻直，又發一隻大斜了。甲蟲接左邊的位置好像都接得順一點，因為很多次他左邊接到都出到外擺了。喂，機會啊！差少少啊，好靚啊，這球撩得。加油啊，甲蟲！Good job!把握機會，把握機會，好嘞，得喎，呢個位唔得，呢個位大力唔 work 啊，佢應該真係浸好多。我看他們練習的時候，我看他們練習的時候，那個女生發球，她也很難接。好射啊！真的，嚟啊！幾多先？可以附近攞得仲多啲可以。啊！隻跳踩都好靚啊，不多咗少少。你跟偏法，你怎么发球？你发球，大家都还有爆火。人家防火。
局嘅比賽以21-14啦，越南隊21-14贏咗香港隊，咁兩局勝咗香港隊。咁誒冠軍越南啦，亞軍就香港，季軍嗰邊，季軍嗰邊係咩？中國人，季軍是中國，咁啊第四名是德國隊的 David。咁誒，跟住接下落嚟就應該會有頒獎禮，係啦，等緊頒獎禮啦。你會唔會停？停咯，我等一下。